想那是第一部戏带给我的自信，比方说《弟弟日记》。嗯，如果那一部戏妈妈的戏没有那么好，这个小说没有那么吸引我 ，maybe 我就吸引了。因为你的心态上，你可能不会接受一个妈妈的角色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那部小说《弟弟日记》，华岩女士的作品。所以在家，我就跟我家里还有我先生啊，还有我女儿就讲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演了吧，因为从一个年轻的女主角，然后去一下子去演妈妈，两个大学生的妈妈，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才30多岁。”他一下去捡妈妈，会不会你的心态不平衡？我说不会啊，我说因为如果这个时候了，我还在想演小姐啊，这个年轻的少年，谁找你啊？然后除非我就算了，不从事这个工作。我说那我觉得现在不演，也，我说我心态上主要的就是我喜欢这个戏，而且。搭配也很好，像狼大哥啊，那个时候演爸爸，啊，田妞啊，吴秀福，首先我就觉得很有兴趣，一个华裔的新导演要拍一部同志的电影，啊，那因为我拍过喜宴，觉得哦，而且他说是个非常是个妈妈的戏这样子，好，我就跟他通电话，通完电话以后，即刻我们两个见面。他的坦诚跟他的对于这个故事的一种诠释，跟他的这种他的那种热情啊，我就觉得他毫不避讳地告诉我这是他的故事啊，那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。我就说好啊，你先把剧本给我看。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，首先你真的是要爱这个工作，而不要因为这个工作可以给你带来这个宣量，可以带来财富，可以带来你的这个让大家都认识你这种。我觉得那样子做这个行业就，我觉得对不起你自己的，讲的那个对不起观众这样子，所以我希望年轻人，我希望他们用功，剧本看一遍、看10遍、50遍、100遍，你都有不同的收获，真的。喜宴妈妈的角色是被动的，然后她完全懵懵懂懂，不知道她回来看到儿子这是怎么回事，会跟一个她自认为那是房东，然后两个人吵架，然后她会觉得肯定是儿子没有付房租这样子。妈妈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妈妈，完全跟着先生走，跟着儿子走，她是这样的一个妈妈。可是满月酒不一样，满月酒妈妈是从小她就知道她的儿子是同志，所以她是一个女强人，她是主动的，但是她是保守的，是传统的，但是当她对儿子的这件事情来讲，她是隐藏在后面的，她不希望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她也是痛苦的，所以是我觉得比较更难诠释的。